尊严的日子，真正自由的日子。那边朋友刚龙休息的战场，那边有国民党做好代表的战场。我一生啊，这三十年中间，都是在运动中做专职，这就是一个信用嘛。家里那种算小爱，怕的整个社会大爱。就是怎么一回头，阿北已经当总统了，我还在这边苦的，下个月月租在哪里都不晓得。每个月都会梦好几次，回到原来的家，同样的梦，一再的梦，梦了很多年了。